啊。刘备不知兵吗？当然知兵，你当刘备40年的军事经验是假的呀？有人说了，但在夷陵之战时，刘备就不知兵了？非也，夷陵之战时，刘备兵法玩的贼溜，还玩出了高低空间。看史料，《三国志》卷58《吴书十三·陆逊传》记载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与平地立营，后面写乃引伏兵8000从谷中出。数千人在平地诱敌，8000人在山谷埋伏。平地、山谷，空间感出来了吧？你也可以理解成伏兵所在的山谷是平地，立地诱营的那个平地是高地。如果东吴军来攻击高地的吴班军，吴班军就顺着斜坡往下走，进入平地，那里有刘备带8000伏兵，直接把吴军给伏击了。强不强？这叫不知兵吗？关键是吴军在高地，他看不见平地上的刘备8000伏兵，这可比蹲草丛高明多了。草丛和平地是同一高度的，仔细侦查是能发现的。但是高地和平地不在一个高度，敌军怎么发现？所以刘备这个诱敌伏兵等于是草丛版的升级版，高地平地版。说到高地平地升级版这个话题，率土之滨在新的资料片《夷陵之战》中完美呈现了历史上的刘备伏兵，设计了高地平地和斜坡的概念，斜坡成为平地和高地的连接通道，断崖阻拦平地和高地的连接，但可建造云梯通行，玩家可以抢占高地，掌握绝对主动权，高地具有更大视野与范围补给。斜坡成为攻防争夺要地，全新器械云梯克服断崖地形，从平地通往高地。另外，赛季中新增的建筑木栅营，在木栅营中，玩家可以享受到对敌战斗有增益加成。但木栅营着火后可蔓延到其他木栅营，玩家使用火计策略可体验一把夷陵之战中的火烧连营的乐趣。好，回到历史。那陆逊面对这个设计，陆逊什么反应呢？看史料，诸将皆欲击之。逊曰：“此必有诀，且观之。刘备军此举一定有诈，暂时观察一下。”然后裴松之引用史料《吴书》来补充说明陆逊对刘备的理解和认知。当时许多将领要迎战刘备，陆逊认为不可以。陆逊说：“刘备率领整个蜀国的大军东下，锐气正处于旺盛期。”而且蜀军利用高处守住险要隘口，短时间内很难发起攻击，即使攻下对方的部分营寨，也很难大获全胜。如果现在战局对我们有不利的情况，那将会大程度的挫伤我军的士气，非同小可。现在我们只需要暂时勉励将士，多方面谋划策略，以静观其变。这就是陆逊的理解。在这种理解下，陆逊坚守不出。备知其计不可，乃引伏兵8000从谷中出。刘备知道这个伏兵的计谋对陆逊没有用了，就主动放弃了。所以夷陵之战能胜利，它不是偶然的。率土之滨《夷陵之战篇》还出了特殊版本的陆逊，很值得期待。好，点击左下角来感受真实的夷陵之战吧。